所以呢，花的颜色会跟清代很有关系。清代有啥？清代。清代。就你妈啦！就你妈啦！清代清。清代就是妈妈的那个。人家听不清楚，你可以请下来啊。哦。我讨厌写。你就写清代冒号。你现在怎么会写？大应该是的，看就好。现在不念只有妈妈，现在爸爸也可以清代嘛，爸爸妈妈都是清代。但我一直以为那个只是大只有母亲而已。没有。够了，就这样，我写的超定。清，做什么事？好，那孟德尔实验方法，豌豆杂交与第一、第二遗传定律。那前面有讲到豌豆受损好控制，所以呢，孟德尔把显性遗传因子称为 T， 隐性遗传因子称为小 T。哦，小 T。我自己看一下，我看。专心看啊，不要看。它上面应该有写到。小 T 跟大 T。我不会写。不是写。显性对。那不是小 T 吗？我没写。等我一下。看，我真的不会写字。你不会写就注音嘛，我们都这样。要真的字。干嘛这样会注音？注音是你以前也学过。也要像不像他好猛。然后他大概是小 T。OK， 然后所以呢，好，我把这个当成一个高的，哇，这个当成一个矮的，哇 ，OK， 然后他们两个交配的话，显性的会出现，就是下一代是大 T 的小 T， 那他会是高的，他会是高的，那如果大 T 跟小 T 再交配一次的话，那有，就有机会出现高的跟矮的，就两个可能都会出现，没错，就是小 T 大 T 小 T 再交配一次，好，有问题吗？那也就是交配一次，大 T 小 T 再交配一次，谢谢。你再把那个听成大 T 小 T 都变猛，高的植物跟矮的植物交配变成高的植物，这个高的植物再交配之后变成高的矮。对不起老师，对不起。可以。好像没有问题，有问题吗？没有。有问题，同学，老师，为什么大 T 跟大 T 会交配出矮的？什么大 T 跟大 T 会交配？对啊，你那个两个都是高的嘛，高的跟高的在一起，为什么交配成矮的？问到你了吗？对啊，因为它里面带有那个隐性遗传因子。所以只要带隐性都可以交配出小的。如果对，这样子吗？就是。好，不是你不要讲，就是，我要好奇，没事，反正就对，差不多是这样。OK。你有问题哦。我有问题啊，那如果大 T 小 T 跟另外一个大 T 大 T 在一起交配，会形成矮的吗？大 T 跟大 T 大 T 在一起。对。交配。就大。好，如果他交配出来是四株的话，哎，那就可能是一株是矮的，可以这样。我说大 T 小 T 跟大 T 大 T 啊。对啊，他。那就四分之一小 T。对嘛。二加二等于二嘛，其中三个是大 T， 怎么有小 T 的？我不懂，怎么有小 T 呢？小 T 是矮的。对。然后他们两个交配不是会变成这样吗 ？T T 不是。那是大 T 跟小 T 在一起会这样吗？对，那 T。啊，如果先的就是先 T 地方一直会取代性。神经病嘛。所以它会大。是一个大 T 还是四个小 T？ 啊，没关系。不是，我看有旋律怎么好吵。好，谢谢。OK。耶，结婚了。以花为例，那我们来讲一下孟德尔他的实验方法。反正呢，他实验上，好，我先写了，有没有别的颜色？三个颜色在哪？然后接着把它写了，然后就搞。为什么？好吧，就这样，好短。修尼呢是库存的色系。然后接着呢，绿色豌豆，这白的。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嘛，就是它授粉嘛，它同一株里面有雄花跟雌花，它只有同体的花呗。对，它从用自己的花。学生要跟老师讲话才懂，才不懂，都可以懂吗？是花授粉。不懂。我懂好，你闭嘴。老师，我再给你解释好不好？
的诗文会在这里，我来画秋意领口，秋意的领口，然后他的，等一下是什么东西我们看不懂，花瓶吧，你们不要嫌弃画不好嘛，不是我是不太懂他画的，他画的，他不写文字吗？死死追什么东西啊？你吵死了，你等下写诗啊，我错了。所以那个是修理讲是吧？是吧 ？OK。不要问一些奇怪的话。是这个。那你写一个词，那是词什么东西？词蕊。词蕊，修出来没？是词蕊吗？不是吧？眼睛脱上盔自己看。是那个。好 ，OK， 我讲了，它是词蕊 ，OK， 它是雄蕊 ，OK， 那是词蕊吗？它是。所以我在讲，我用一个字代替 ，OK？ 你要说花雄不写花吗？写是疑惑。疑惑。他们刚问疑惑。词蕊不是长在雄蕊的下面吗？你爱画啦。这样子了吧？不然就开始。OK， 花瓣是盖在上面的。OK， 所以呢，其实我们是看不到东西，因为它在花瓣里面。OK， 所以呢，他让他知道了，然后这是黄，这是他的黄，是花瘦。OK， 然后呢，那个他让他自己的花粉跑到地里面。OK， 这个懂吗 ？OK， 真的懂了。OK， 那。所以这样子就确定他是白色品种之后呢，那再让他们上去。OK， 不错不错。然后我没有在画笑脸 ，OK， 然后就这样。他没在画笑脸。那他们两个 OK， 不同品种聊天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，啊，这称为了工艺花束。啊？工艺花束不是？人工授粉？是。显性吧，我们如果说以 Y 好了，
大 Y 代表黄花的显性基因，小 Y 代表黄花的隐性基因。隐性基因就是变白花嘛，所以小 Y 会对到白花，大 Y 会对到黄花。好了，那黄花这一株的豌豆，它的基因应该长怎么样？好啊，黄色啊。它的基因应该是什么？大 Y 小 Y。大 Y 小 Y， 它的黄色花是大 Y，黄色是 Y 还是大 Y 大 Y？ 大 Y 大 Y。大 Y 小 Y 可不可以？大 Y 大 Y 可以啊，也可以，是不是？对的。有听懂吗？应该有吧。所以白色花的基因应该是什么？显性。不是啊，白色花基因应该是大 Y 隐性。是隐性，所以它的基因是什么？小 Y 小 Y。是小 Y 小 Y， 有问题？哦。小 Y 小 Y 哈。我们讲基因都是一对一对的，都是一对一对的，所以基因是一对一对，表示它两个。两个，如果两个呢，有一个是显性的基因，一个是隐性的基因，它整株的结果就是隐性的，就是显性的结果。如果两个都是显性的基因，那显示的结果也是显性的结果。只有一个状况是两个都是隐性的基因的时候，那显示的结果才会是隐性的，知道意思吗？好，那后来我们讲说高基因哈，高基因或矮基因，高基因的。基因如果是大 T 的话，矮基因如果是小 T 的话，那大基因的基因有可能是什么？大 T 小 T。大 T 小 T 还有嘞？大 T 大 T 哈，这才是可能性这样。所以那两种可能性哦，两种可能性，有听懂吗？所以刚才问说，我刚才问冠成说，为什么这个跟这个交配一定可以有显性、有隐性基因出现？因为爸爸妈妈的。会一人贡献一个基因嘛？一人会贡献一个，说因为在减数分裂之后，只会只留一个基因，对不对？那爸，那这个东西跟那个东西有关，对不对？要先让自动受粉，是为了确定它不是两个那个隐性基因跟显性基因在一起，是这个原因的。对，你想办法努力让它变成都是大 T， 跟都是小 T。好 ，OK。当这个父亲贡献一个基因的时候，他贡献是大 T， 妈妈也是贡献大 T， 那小孩是高基因还是矮基因？Hello， 是哪一个？大 T。所以是高基因嘛，因为两个都大 T， 对不对？如果爸爸贡献了高，贡献了大 T， 妈妈贡献了小 T， 那也是高基因，对不对？只有一个情况之下会变成矮基因是吗？父跟母。小 T 哦，是爸爸贡献小 T， 妈妈也是贡献小 T， 这时候才会出现一个矮基因的基因。所以是 TT。对，那我现在问一个问题哦。不给我问，答对的话，这一题的话加两小点，点数我先都放在这边哈，你可以看一下哈。好，假设父亲的基因是大 T 小 T， 大 T Y， 这什么意思？它是黄色的花，高基因啊。OK。母带的基因是小 T 小 T。Y， 好，请问一下，它的子代会有几种可能性？好，你说。差不多四种。哪四种？老鼠圈。对啊，不能只有说，会哪几种？哪四种？哪四种啊？刚问题是高矮分开，还高矮不混在一起，花跟那个大高度是混在一起。我靠，那有四种哎。会有 TT， 大 T 大 T， 然后。会有大 T 大 T 啊，大 T 大 T 怎么来的？哦，因为父跟母都，他们两个交配。对啊。哦 ，OK， 他们两个交配，所以会有这个跟这个。他有没有机会变成小 T？ 你要不要先听看他把话讲完，你再问我问题，好不好？先试做一件事情。嗯哼。还有别的？没有。有了。开始。来。这个是矮的嘛？这个是白色的。这是黄色的。黄色的哈。对啊，你要吃上面两下。白，这个是矮的，黄色。那它也是黑矮和白色。对，它没办法变白色的哦。这个结果不会白色的，为什么？两个 Y 啊。不，因为这是显性，这是隐性。所以他们两个交配，
之后呢，这个会把这个取代掉，所以就不可能会出现再出现两种。对，两种类啊。还有，我记得还不止哦，还有三种。三种哦，这个按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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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。因为这两个是一模一样的东西，这是一对。六个。这是一对。对，然后会出现。然后这个也是一对，所以还可能再。T T 也是吗？就总共只有三对啊。不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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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OK， 这样。那、啊、你这跟第一个不是一样的？哈哈哈这个是大歪。大歪从哪边来的？哪来大歪啦？这边就小的，就还是有可能出现大歪。对啊。两个小的，隔上面。OK。所以说，等一下我问你，它是可以这样分左右的吧？因为这个是父的，这个是母的，它是可能这样的吗？那这样的话，母就不存在啦。所以你觉得我的问题是什么？我的问题是所以樱花授粉嘛，一定是樱花授粉，就是爸爸会贡献一半，妈妈贡献一半嘛。对，所以我应该做两种。就两种，没有错啊。Nice。OK， 有听懂吗？就只有两种啊。我问题呢？好，既然是你们两个一起答对的话，就各加一点分。我需要一个我问题。等一下。可以我知道。等你加完分，我再问。可以问吗？可以，你说。啊，小 T 跟大 T 有没有机会产生？什么意思？就左边小 T， 右边大 T。你说。他先。这样，他说他的意思是，他的意思是写法。这样。你这个跟这个有什么不一样？你的意思，这个跟这个东西有什么不一样？就小 T 跟大 T 有没有机会产生？我还是不懂你的意思，他怎么？你的意思是小 T 跟大 T 跟大 T 跟小 T 有什么不一样？有没有机会产生？有没有机会让它反过来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嗯。对，那这两个有东西，这两个东西有存在吗？这两个东西有差吗？对，那就没有差。有机会产生吗？当然有机会产生啊。好。